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小咖。那我们是一个关于咖啡内容的频道。前段时间呢，我发了两个不用手打奶泡的视频，就引起了一些讨论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再详细的聊一聊不同的咖啡机打奶泡有什么区别。那我们通常见到的单孔蒸汽的咖啡机以及四孔蒸汽的咖啡机比较多，我们就来操作对比这两种机器操作的区别。那如果有小伙伴用到三孔蒸汽的话，可以用跟四孔蒸汽同样的操作方法。那首先，单孔蒸汽和四孔蒸汽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们蒸汽的强度完全不同，还有就是它们蒸汽出孔的角度不同。这两个因素就直接的影响到了你们打奶泡时候的方法有很大不同的。奶泡的打发呢，主要是通过蒸汽搅动牛奶，把空气带入到牛奶中形成奶泡。所以说呢，四孔的蒸汽打发奶泡就会相对更方便，因为它可以通过一个合适的角度位置一边搅动牛奶转动，那另外呢留一到两个蒸汽孔在牛奶的表层，把空气带入到牛奶里边形成奶泡。而单孔相对来说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一个孔啊，它不能实现搅动奶泡的同时还要把气体带入到牛奶里边形成奶泡。所以说呢，单孔蒸汽打奶泡的方式呢，就需要把这两个步骤分成前后顺序，让牛奶先搅动起来，那之后呢再调整蒸汽孔的位置，把空气卷入到牛奶的表层，从而形成奶泡。那因为蒸汽强度不一样，所以说四孔呢它可以边旋转边进气，大家可以看，你看奶泡现在是在一边旋转一边进气。打发完成了之后，大家可以看蒸汽头的位置呢，离中心点是非常非常近的，因为它的蒸汽足够强，所以说呢，它就算在中心点，它也能够让牛奶在拉花缸里边旋转起来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单孔的蒸汽它的打发顺序，因为单孔它只有一个孔，它不能同时旋转进气，就要先让牛奶旋转起来，可以先不进气。现在已经旋转了，那再进气。大家可以看，蒸汽头没有完全没入，所以说在打发步骤上边呢，单孔的蒸汽要先旋转，大概需要5秒左右的时间，旋转起来了之后再让它进气，可以看奶泡的丝滑的程度。那另外呢，不同的蒸汽强度它也造成了两种打奶泡的角度有很大的区别。四孔的蒸汽强度呢很大，能够用一个更大的角度让牛奶在拉花缸里边转动起来，所以蒸汽头可以完全没入到牛奶中，插入的角度在拉花缸中呢可以更垂直一些，蒸汽头的位置离拉花缸的中心点也会更近一些。而单孔的蒸汽力度呢它非常小，如果角度太大，它没有办法让牛奶很快的搅动起来，所以说呢，单孔的蒸汽它就需要用一个更小的角度，那蒸汽头呢也不能完全的没入到牛奶里边，那最好就贴在牛奶的表层，离缸壁近一些，能够让牛奶快速的转动起来，等到转起来了之后再把空气卷入到牛奶中形成奶泡，就是它的冲力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呢，它们打发的时候插入的位置和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四孔的蒸汽的头呢是需要在
稍微离中心近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另外呢，蒸汽头是完全要没入进来的，为了方便让大家看到位置，所以说我用水来代替。你看，开了之后它立马就可以旋转起来，同时还可以进气。但是单头的就完全不一样，单头的话呢，因为它的冲力没有这么大，如果要是插在这个位置，单头的我开了蒸汽了之后它是旋转不起来的，所以说单头需要调整一下位置，需要在边缘这样的一个地方调整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了之后呢，单头才能把牛奶在拉花缸里边旋转起来。那另外呢，单头不能插入的这么深，要插入的稍微的浅一点，要在表面贴着。那么我再用单头的示范一下，蒸汽头离边缘近一些，它才能产生漩涡。如果单头我要是放在这个地方，它的冲力不够大，它是没有办法产生漩涡的。所以说我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它产生漩涡，再进气旋转。另外呢，单头我不能没得这么深，我是需要把头露出来，因为没入太深的话，它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进气开蒸汽。只有你看，只有足够靠边了之后，它才能慢慢的产生漩涡。所以说单孔的蒸汽的位置呢，它可能在这个位置更合适一些。那四孔的蒸汽呢，它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更合适一些，更靠近中心，深一点。单孔的呢，更靠近边缘，浅一点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可以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找一找这个位置。这就是单孔和四孔它的位置以及深度角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。 OK， 这就是今天总结的不同的咖啡机打奶泡的一个区别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在家里边练习熟练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啊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不用手就能打出一手绵密丝滑的奶泡。记得点赞收藏哦。